还是说？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眼，Dream, dream, dream,是不dream, 是？Catherine 先别唱歌了啊，那么我们开始了，大声朗读，看得见吗？能，好的，那187天呢？可以。明天是我。好晚的，你上是好，我台上是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卓叶对，今天是大声朗读的187天。187天，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187。你为什么在我是那个杠上写了个问号啊？对啊，因为大家都在读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我们每个人说的名字都不一样，我就问号代替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呀？人生，跟我读。人生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人生吗？人生，就是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 life， 人生。那么，人生就是小草。人生就是小草。时间一到就黄了。时间一到就黄了。对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像小草一样，然后那么所有人最后都是要上天堂的，所以时间一到我们就挂了。好的，爸爸像土豆。爸爸像土豆。爸爸像土豆。当它融化了。它变成了土豆泥。我爱吃土豆泥，你们呢？我喜欢。对啊，我不想吃土豆泥。但是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啊，如果土豆发芽了，那就不能吃，有毒的。那么鱼在哪里？鱼在哪里？读完灯，把黑夜烫了一个洞。黑夜烫了一个洞。烫了一个洞。我看了看窗外。我看了看窗外。有很多很多的洞，黄的、白的、红的，黄的、白的、红的，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像个渔网，像个渔网。那鱼在哪里？那鱼在哪里？我小时候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我就在想，这个月亮是不是在夜空中烫出了一个洞呢？那么黄的、白的、红的，可能指的是星星。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，星星是有不同颜色的。黄的、白的、红的连在一起。那么下一个，这个比较长啊。来，我们一起读：如果记住，就是忘却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忘却就是忘了啊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我将不再回忆。我将不再回忆。如果忘却就是记住。如果忘却就是记住。我多么接近于忘却。我多么接近于忘却。你是怎么？你是放慢镜头了吗？忘却。你是被放慢了一倍的速度吗？好，如果相思是娱乐。如果相思是娱乐。而哀悼是喜悦。如果哀悼是喜悦。
把你的那个读的速度乘二啊。哀悼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在葬礼上我们会哀悼那些死去的人，所以悲哀然后悼念就是哀悼，葬礼上用到哀悼。那些手指何等欢快，那些手指何等欢快。今天今天采撷到了这些，采撷就是你如果在地上看到蘑菇，你把它采，你把它拿起来，这个叫采撷哦，可不是踩到你的鞋啊。这个手指是你的 finger， 是你的手指哦，我可不是你家里用的手指。听不到，我的手指头。刚才是谁在跟我抢话说？大家听不到。来，笠翁对韵。笠翁对韵。全对实。全对实。干对枝，干对枝。吹竹对弹丝，吹竹对弹丝。山亭对水榭，山亭对水榭。鹦鹉对鸬鹚，鹦鹉对鸬鹚。五色笔，十香词。泼墨对船只，神奇寒干画，雄浑李陵诗，然后我考考你们啊，吹竹你们猜猜是什么东西？吹竹子，对啊，吹竹子，你很接近了啊。那吹竹子你会得到什么声音呢？你会得到噗噗噗的声音吗？不对，是笛子的声音吗？对，是笛子。你在竹子上开几个眼儿，你在吹它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发出好听的笛声。那弹丝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声音啊？琴。对，弹琴。你们见过古筝吗？有。我们古人用的这个琴，一块木头上装了好多丝。是个什么鬼东西？弹丝就是弹琴啊，比如弹古筝。吹竹就是吹笛子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吹竹子。好的。然后，几处花街新朵锦。几处花街新朵锦。锦是一种布料啊，比如说丝绸 silk 就是锦。几处花街新朵锦，有人相敬但凝止。有人相敬但凝止。但凝止。万里烽烟。万里烽烟。战士边头争宝塞，战士边头争宝塞。一犁高雨，一犁高雨。农夫村外进城时，农夫村外进城时。很好。好的，苍蝇。苍蝇。我打死一只苍蝇，我打死一只苍蝇。殷勤的献给蚂蚁，殷勤的献给蚂蚁。蚂蚁还吃虫子吗？对啊，蚂蚁爱吃苍蝇了。但是这个殷勤的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殷勤。殷勤的意思就是给蚂蚁好好的，然后你希望把这个苍蝇死苍蝇赶紧给蚂蚁，就得殷勤的。告诉你，以前我在天堂的时候，把这个蚂蚁弄了个泡泡围着它，就像个房子。哦，蚂蚁，那以前我还用水淹过蚂蚁窝。哇，那它死了吗？他们死了，飘出来了。蚂蚁是外骨骼，那我蚂蚁可以吃吗？
你可以吃蚂蚁啊，有一种蚂蚁是可以吃的，但是你吃多了会中毒的。下次我们上一次再跟你讲吃蚂蚁的事情。我们接着读啊，星星和月亮。星星和月亮。我害怕一个人在这里生活。我害怕一个人在这里生活。你会哄小爸爸妈妈吗？星星和月亮却比我勇敢。星星和月亮却比我勇敢。即使他们相隔几千里。即使他们相隔几千里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从不向孤独屈服。从不向孤独屈服。从不向孤独偏度。屈服孤独啊，孤独就是 lonely， 就是感觉很自己一个人很寂寞，叫做孤独。屈服是什么呢 ？Give up。啊，屈服。张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我在冲澡的时候，一个虫子爬到我这个洗澡浴室，然后爸爸把水给它给冲死了，冲到下水道了。OK， 你没有把它吃掉啊？啊，接着我们接着读啊，然后黄鹤楼。黄鹤楼，昔人已乘黄鹤去。昔人已乘黄鹤去。此地空余黄鹤楼。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。黄鹤一去不复返。白云千载。空悠悠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很好，晴川历历汉江树，晴川历历汉江树。芳草萋萋鹦鹉洲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日暮乡关。烟波江上使人愁。很好。很好。星星说。星星说。我站在阳台上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星星，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星星，他们一闪一闪的，好像对我说，好像对我说，该睡觉了，该睡觉了。然后这个是个什么呢？几只出生的小狗。几只出生的小狗。接连落了半月的雨。接连落了半月的雨。你们自从降生以来。你们自从降生以来，就只知道潮湿阴郁，潮湿阴郁。一天雨云忽然散开。一天雨云忽然散开。太阳光。照满了墙壁，太阳光照满了墙壁。我看见你们的母亲，把你们衔到阳光里，对，这个衔啊，就是叼着。所以怎么感觉像是猫呢？猫一般才叼着自己小猫到处走，也许小狗也是叼着狗到处走。让你们用你们全身，
第一次领受光和暖。第一次领受光和暖。日落了。日落了。又嫌你们回去。又嫌你们回去。你们不会有记忆。你们不会有记忆。但是这一次的经验。但是这一次的经验会融入将来的费生。这就是 woof woof 啊，费生。你们在黑夜费出光明。你们在黑夜显出光明。嗯，这是犬吠的吠，念 fa 吠。吠。嗯哼，然后古桑报时，我看看，古桑报时，是谁把我放到你的手上？是谁把你放到我手上吗？你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。你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。你的追逐在大地。你的追逐在大地。我的梦想在蓝天。我的梦想在蓝天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我和几个人一起大声吗？今天我和几个人一起大声吗？你们没有洗澡的赶紧去洗浴吧。谢谢老师。拜拜。